大家好，我是 Jordan， 我现在在桃园大园的国防炮阵地运动公园这里，今天要带大家来桃园这里看飞机。我们待会在这个地方的观景台可以看飞机，之后我还会带各位到离这个地方大约600公尺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可以直接看到飞机从你的头上溜过去。在交通的部分，不管你是开车还是搭公车要去待会要去的那个景点的话，都会经过国防炮阵地运动公园这里。从搭公车的地方到这个地方大约400公尺，从这个地方到待会我们要去看飞机的地方大约600公尺。这里还有很多儿童的游乐设施，所以假设你是带小朋友来这里看飞机的话，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玩一玩，在这里看完飞机，然后再去待会我们要去的地方那里看飞机，很不错哦。这里是国防炮阵地运动公园的入口，右前方有停车场可以停车，前面这里是我们来炮阵地运动公园的入口，右前方有一条小路，就是待会我们要去另外一个看飞机的景点所要去的道路。我们现在往里面走吧。国防炮阵地运动公园它以前是一个军营，所以有很多以前的军事设施还保留下来，包含这边的游乐设施也做得很像是以前我们在当兵时候里面的三训器材哦。大门一进来，左手边这边就有三训器材。在三训器材的对面，前面这边以前是一个司令台，我们接着往左边走。我后面这个地方以前是存放355炮的掩体。墙面上还有以前的操作作业安全规定。前面的左手边以及右手边都有他们以前的钢哨。我后面就是这里的重头戏，看飞机的观景台了，我们上去看一看吧。补充一下，国防炮阵地运动公园以及待会要去看飞机的地方的定位点连结，以及来这个地方的公车资讯，我都会放在我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内给大家参考哦。这个观景台比较可惜的是，后面在盖高架道路，后面的高架道路盖完之后，我觉得一定会影响到这边的景观。看完这边的观景点以后，我现在再带你们去另外一个更刺激的观景点。我现在在大园国防炮阵地运动公园附近的最佳飞机观赏点这里了，我也会把这个地方的 Google Map 定位点的连结放在我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方便大家做参考。
正前方就是飞机跑道的末端，所以飞机起降的时候就会从我们这边的头上掠过。这边道路两旁是白线区，可以停车。前面有飞机要降落了。在看飞机的这个地方，前面有一条溪流，上面还会有白鹭鸶在上面。来这边看飞机，还可以顺便看看白鹭鸶，还不错哦。从刚刚到现在也看了好几台大大小小不同的飞机，飞机的大小对于视觉以及听觉的震撼力真的有很明显的不同，一定要找个时间过来这里看看这边的飞机。现在是礼拜四的上午大约10:30左右，大约2-3分钟就有一班飞机降落，班次还算是蛮密集的哦。好啦，看过瘾也该准备回家啦。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次影片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赶快订阅我的频道，而且记得开启右下角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会不定期的收到我的最新旅游资讯哦。 Jordan 到处走，下次再见哦，拜拜。